那先生，然后这个房要是后面有什么问题，你及时给我打电话，你给我打电话就行。行，有事我找你。行。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是说，如果将来你要卖这套房子，请务必让我知道。行，我如果想出手的话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以后有时间来做客。在我心里永远排第一，刘德恩同学。我可不要排第一，第一不好，我要排唯一。玛蒂莎没来陪你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她是今天家里有急事儿，等她忙完了之后，会第一时间来陪你的。她能收留我，让我住这儿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梦梦，谢谢你陪我。跟我说什么呢？走吧，走。